行政院文件会所属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推动幸运传承系列原住民幸运，即将邀请著名的原住民歌手胡德夫与作曲家陈树熙老师携手，首度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合作，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空前组合。胡老师的作品风格哈，我们给他的第一个主题叫唱山唱海，唱出母亲的脉动。那胡老师的作品常常能够感人肺腑，那我们请陈树熙老师呢，把他的作品做一个整理，所以用交响乐团伴奏。8月13日记者会上，胡德夫以其深沉浑厚宛如风箱般粗犷的嗓音自弹自唱，身上流着卑南与台湾族血裔的胡德夫，他的歌声不仅纯是山林原野的生生不息，民谣蓝调式的浑厚唱腔更是撼动人心。8月22日在花莲县文化局演艺厅，24日在台北国家音乐厅，胡德夫要在客席指挥兼作曲家陈树熙的引领之下，与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摩擦出新的火花，邀请喜欢胡德夫与热爱交响乐的民众一起聆听这一场原住民幸运。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。